赵美收好。等我。娃子，你怎么才来看我呀？我都想你了。我今日来找你，是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啊？这簪子是否卖不出去？若是卖不出去的话，我被妞香带回去，别占了这柜面。哎，谁说卖不出去了？你看啊，我把你这只簪啊放在了我柜台最显眼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卖得太好了，算是我店里的花魁首饰了。样式独特，价格又便宜，这广州城的小娘子都争先恐后的要来采买呢。你倒也不必安慰我，我再做遍就是。我安慰你做什么呀？我啊让伙计都记下了采买订单。小兰，账本儿，你瞧着啊。看我这随便翻开一页呀，你看这个都是你这支钗的订单，你现在就是我的摇钱树，财神爷。哎，对了，那可就正好了，你看我这几日新做出来的。哇，太好看了，端午，我全要了啊。嗯，哎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哦，我是有一事想问你。哎哎，这样，我请你去吃茶，咱慢慢说。吃茶？嗯，那也便好。如今我已经有钱了，我请你吃。我请你，你请我有什么差别的？好姐妹不说这个，走。没事，我请你们。走，小虾兵，吃好吃的去。